天公作美，风和日丽。第一夫人米歇尔·奥巴马当天又为大家介绍了一个新的儿童健康项目——五指击掌。We're asking Americans of all ages。我们请美国男女老幼都来告诉我五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：跳跃五次，吃五种新的蔬菜，或者来一段五指击掌舞，哪种形式都可以。之后，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还有复活节兔子一起走到草坪，正式拉开了复活节滚彩蛋活动的序幕。孩子们在起跑线上站好，看谁五颜六色的彩蛋滚动得最快。对庆祝复活节的基督徒来说，鸡蛋象征着墓穴已空，耶稣死而复活。白宫复活节滚彩蛋活动的传统要一直追溯到1878年。今年白宫南草坪上的活动还包括运动健身和烹饪示范。 VOA 卫视报道，平章播报。